来吧，家人们，今天咱们吃东北大凉菜，解腻又下饭，那老好吃了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我们把粉丝用开水烫一下，再准备一颗大白菜，厚的地方啊咱们用刀片一下，再给它改刀切为粗粗的细丝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的脆嫩。胡萝卜改刀切丝，黄瓜改刀切丝，再准备点东北的干豆腐切成细丝，猪肉切丝，起锅烧油，放入瘦肉，小火慢炒，炒香以后咱们放入十三香、生抽、蚝油，炒出酱香味以后晾凉备用。准备一个空盆，放入白菜干豆腐，放入粉丝，再放入胡萝卜丝、黄瓜丝，放入蒜末、小米辣，放入炒好的肉丝，放入一勺生抽、一勺陈醋，再放入一勺白糖，放入咸盐鸡精，能吃辣的你放入一勺辣椒油，不能吃辣的你再放一勺，再用你发财的双手给它搅拌均匀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啊，如果您有缘点进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小红心呗，就是照屏幕杵两下子，感谢您了，就给一个吧，谢谢了。